现在呢，我就在泰国北部这个地方叫做帕瑶。那这个地方其实很特别，有两个年轻的艺术家夫妇，他们就自己住在这边，然后呢，要发展一个非常传统的艺术，就是用泥土来盖房子。现在呢是要来体会怎么样用这些粘土呢来做一些小陶艺品。我这个要尝试做的就是贴在冰箱的那个磁铁哈，这里有一个小模型，然后这个就是那个粘土，你只要把那粘土呢给塞进去。做完这个动作之后呢，基本上你要把这一片啊多余的慢慢的把它移开。华文有一句话说慢工出细活，你看慢慢要很斯文的，所以有空可以来这边玩一下哦，可以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哦。